卢东应该有开了吧？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我弟的。对啊，我弟开了。哎，刚开。我弟刚开，我弟刚开，我看一下。现在和美有卖吗？有啊，和美礼拜二跟礼拜五，礼拜三跟礼拜五。嘴软，嘴软没有。干没？没有。朱明昭，大家姓昭。你来我东北，我东莞这边。等一下，现在我不知道，现在车子箱子东西都在车上。北关岛，内陆岛。可以帮你留吗？金鱼片。不摘啊。金鱼片要300。然后你还要抓饼。我过来买一碗，太叫你管他。我可能是用烘的啊。可以啊。不过要有，要。要他有带，我记得。葱抓饼。你今天有葱抓饼吗？有。有一箱，一箱而已。葱抓饼只有一箱，然后新鱼片的话有。对啊。要倒吗？大小声。
这些都是香鱼。蒸汽，蒸汽蒸。什么？满满的正能量。蒸汽蒸。蒸汽蒸是正能量吗？刮饼两包200，等一下好了又要给你帮你拿。美竹你好，这边你好。佩里你好。这是另外一种香鱼哦。哦，这是冰下了。超级啊！超级！超级！叫人家哦。那边很小，吃淡水鱼。对啊，吃一下淡水鱼。哎，拿什么？天亮关机，因为现在比较晚天亮。之前如果是夏天的时候，我大概5:30就开了，但现在都会晚。我尽量开的时候就接近天亮，因为天黑黑的没什么好东西好看的。生命刀，活的龙虎哎，活的龙虎，活的龙虎，这里啊，还在火，我快讲完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再。
看一下，这里是香。有猪排吗？猪排。牛猪排，猪排，鸡排还是猪排？是说牛奥良鸡排吗？还是没有猪排啊？我记得他没有卖过猪排，是这样子啊？对啊，我弟去金狮舞。你拢叫头名咧？啊？都平地一平啦。哦，还好啦。今天有三点线吗？要问一下。等一下我再问。什么时候开始卖？搬完摆完摊子，东西放好就开始卖。韩先生早。记得他没有卖过猪排，大约几点开始卖？摆完就开始卖，我不知道。你在旁边吗？你现在在赶往现场当中吗？还是你在附近等是不是？卢秀长。你已经到现场了吗，尼克？万富早。你在家？你没有要过来哦？那应该没有，那几点卖都差不多了。如果他大概这样哦，20分钟吧，大概20分钟吧。你在家几点啊？受不了！那个，我看看现在几点啊？现在6:16，对不对？6:17。下货下到现在，下货完以后，架子5分钟，摆鱼10分钟，大概15到20分钟，大概在15到20分钟。三点蟹，我问一下。
次卖完了、欸，那次。那个刚才问他，他说三点四好像是他爸爸买的，昨晚买的，他卖昨天卖完了。去变300，抓饼两包 ，OK。我先帮你记一下哈。你是佩书。就是那个书。嗯。300。先帮你记下来哈，青鱼片300，抓饼200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留东西。收紧刀，细的刀。也是你啊，今天好多、哦。今天好多东西哦。也是你，我爱你。这个架子下来了。为什么现在比较晚来摆哈？因为客人他今天有带比较多，应该有回去再带货吧。然后还有冬天的原因。顺其章，竹东，我刚叫竹东，竹东应该这个时间还没有人吧？扣掉了吗？我好，我拿。可乐，哇，冰的，冰的要等待。